好厉害！你看，这是邹市明的金腰带，好厉害！原来金腰带里面是镶钻石的，哇，那里是谁？Hello， 哎呀，好久不见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在，我第一次来你这儿。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哇，这么瘦啊，你们两个居然瘦吗？来到这地方，然后我就希望肯定要感受一下拳击的这个元素和氛围。